一輛載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遺體的靈車在星期一抵達東京三原山真相寺，準備在度舉行安倍晋三葬禮前一晚進行守夜活動。在日本近代在位時間最長首相安倍晋三上個禮拜五在西部城市奈良的一場競選演講中被人槍殺，事件震驚了這個政治暴力和槍支犯罪很少出現的國家。在槍擊案發生幾個鐘頭之後，安倍晋三被宣布死亡。日本警方當場拘捕了疑兇，現年41歲的山上徹也，他曾經擔任過日本海上自衛隊成員。警方稱，山上徹也認為安倍晋三是一個未指明的宗教團體的成員，認為他的母親的經濟破產是安倍晋三所造成的。據警方稱，雖然山上徹也曾經表示打算殺死安倍晋三，但他堅稱話動機不是屬於政治性。上個禮拜六，負責競選活動的當地警方表示，安倍晋三的保安措施與安排存在著漏洞。